刘在熙主持的借口 GO 在年末举办第一届颁奖典礼，两小时直播吸引破十万人收看，展现了超高人气，得奖名单阵容也引发关注，新人奖由演员刘演熙拿下，李东旭、曹诗浩、南昶熙以春节连假借口 GO 获得人气奖与作品奖，优秀奖洪真庆，最优秀奖池熙成、曹诗浩、李东旭获得大赏，但一脸不情愿，引发网友粉丝爆笑。中场表演 Shining Key 带来 Ring Ding Dong 祝贺舞台，演员李东辉表演 Gimme Gimme，还与全真雅一起在现场抽签，让网友表示超搞笑，表演很专业，不输三大台典礼。恭喜大赏李栋旭，奖品金戒指是一只鸡和爱心，超可爱，而且还只能戴进小拇指，借口 GO 实在是太有梗了呢。